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大有为，让大为带你周周完成小目标，年年完成资产倍数翻了。在节目开始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！大家这个中秋节团圆呐，这个外面餐厅很难订，早订了没有？啊，那这个节后的话，节后的这个行情呐，我认为会比接下来好啊。我之前是跟大家讲说神龙摆尾啊，龙年的最后啊，神龙摆尾啊，那个尾巴力道啊是最强的。龙头股、全指股在上半年都表现了，那接下来呢？是不是中小型的？我8月12号就跟大家讲说中小型股，7月中就跟各位讲了，7月中要起跌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各位讲要开始修正指标了。那接下来大跌一段呢，我又跟你说买点浮现啊，所以这一段行情呢，我不用跟你去谈什么线，我不用跟你谈什么指标啊，我不用跟你谈什么理论。什么技术分析产业没有这些事情，这些都是资本家才做的事情，他们的做法想法就影响了盘势，你用线画不出来了。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是什么，都事后还要再修正的。但是资本呢，资本家的想法跟做法呢，是他早就计划好的啊，他早就计划好的。就像一家公司啊，很多公司你现在看到它的财报，那也许3年5年的订单都是已经确定的啊，都已经确定，就是它怎么去调整，那中间有没有增减订单，那设备有没有更新，会造成它的什么资本支出增加，这是微调的东西啊。就像我一些朋友在讲说啊，哪有你们这样子在分析股票的啊，股票还这样分析啊，一通电话接完之后就知道做哪一支。我现在不用讲这么，就是跟你们落差太大的，我就讲说这些人做生意怎么做的。就像这个已经到那个年底了嘛，他找我去投资，怎么投资？不是想说啊，那有没有风险啊？啊，我要不要开家店的管理成本？要不要先计算什么装潢店面的前期的这位？不用。他们怎么做生意的？就问我说他现在有几个货柜要进来，算你一卡。3000万算你一卡，进来赚多少？赚一倍，你扣掉一些什么关税啦，这些东西啦，啊，那扣一扣，大家还有钱分。他们这叫做生意，就是他已经谈好了，这个钱是要不要给你赚而已。你看交情有没有到那边，要不要给你赚？要不要把这个本来他应该赚的交都让给你赚？这叫做生意。跟你们想象不太一样，你们想象啊，我做生意就是，哎，这个，哎，陈董、李董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这是我的企划啊，你看我们订单可不可以继续谈下去啊？然后谈个订单，谈了啊，谈了大半年，谈不下来，啊，很累，啊，说做生意是这样做的，啊，他们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，尤其是在国外一些关系企业，这个钱转来转去啊，你说为什么他要买特别贵的材料，特别贵的原料？为什么要买进口的？哦，原来国外的亲戚，他的分公司早在7、8年前就已经在国外就是成立一个，我们讲的皮包公司嘛，空壳公司啊，啊，只有2、3个人的，你为什么要跟他买？所以很多人做生意他不懂，就像股票一样，股票好像你就分析到很彻底，啊，这个线一定要线画得很详细。那我就跟你讲，这个我很简单跟你讲，这叫多方控盘下的价量背离。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讲了，这个叫做上礼拜怎么跟你讲的？补缺口是分段补的，那走势会来回震。你要重点还是中小型股票要拼翻倍。那现在这种行情还能拼翻倍吗？那你看最近股票涨是怎么涨的？啊，我就拿这个之前跟各位讲，就是。现行其实你看到了，其实大概你就知道了。10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什么，这要买盘放手啊，这要买盘放手。10号的在这边，你现在看懂了吗？我说是要买盘放手，警告投机，短线投机客，你不要再进来了，你再进来我就不买，你再进来我再压。我怎么讲说波段的买点浮现呢？要看第四季，你看看还第三季做账呢，人家第三季做账做完了，人家第二季，我想他明年的很多公司，他明年的账，他其实今年都知道了，
他现在只是担心这个接下来的汇率的变化啊，两岸的问题、选举的问题，他的货要怎么去处理，或接下来他的这个原物料会不会他很多公司在考虑进原料的时候，他考虑什么？我现在进会不会进太早了？接下来 有些原物料会降价的，我现在进会不会进太早？有些人会说，哎，我要赶快进一点。他们在考虑这些，他们明年的微调这些事情，不是在明年说啊，今年没订单，你真的把他把这些上市公司当作保险员的业务吗？每个月的业绩清零吗？所以很多的业绩他们一直都在。你现在在看啊，我们预估什么啊？他的 EPS 怎么样？啊，有 EPS 怎么样啊？隔天9月11号，我是不是讲说失望性卖压出现就是起涨点？你说有没有失望性卖压？哎，老师没有失望性卖压。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讲说，要不是黄仁勋的关系，你去看夜盘，你去看美股当天是不是跌的？他是事后拉尾盘，所以现货开盘就没有跌了，是不是？我说这个转折点是这个平易南嘛，没错吧？所以到13号到今天，我说我在看盘是看什么？是看整个局势。我是看你的，我不是拿那个啊画一个均线什么啊，站上哪里，这跌破哪里。如果说大家都看到站上哪里是这个买点的话，黄金交叉是买点的话，为什么在相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决定性的一些关键点的话，你在技术分析，这还不叫技术分析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系数指标的一些分析啊，叫统计学的分析啊，还不真正要技术分析的。当你看到这些点的话，应该是爆量才对啊。所有的股票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应该是就是说无量上涨啊，直接就敲到涨停板了。为什么？就大部分的人相信，但是呢，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么精准的买点，不可能的啊。我们就拿这张股票。哎，每天要讲这些涨停板，我也真的很累啊。我每天就是涨停板啊，我股票就是涨，就是强啊。所以我跟各位讲说，你今天你接下来，不要说今天，你接下来能够赚到钱，你的观念要转变一下。你观念要转变一下，你看信化，啊，信华都可以。8月营收冲上6.77，连两个月创新高。9月5号，今天呢，11天不到半个月。11天，股王被降平。9月5号在这边，买在这边，今天跌停。你觉得是看到财报再去买？啊，看到财报再去买，还是说在财报之前已经有人？在布局这一段拉抬不是很明显吗？不是眼睛有人早知道了吗？你看财报一出，八方卖盘涌现嘛。9月5号之前已经出现密集的卖压了，一根长红之后就已经大概有7-8天到10天是密集的卖盘了，股价上不去，很密集的在前波高点附近震荡嘛。这不是八方的卖盘涌现吗？那股价一跌呢，事后诸葛就出来了。哎，我就跟你讲到新旺，你看到现在这个头部成型了什么的。那你之前怎么讲的？很多人讲这股王嘛，哦，这股王多好啊，怎么样的？哦，这伺服器的，那伺服器的，接下来你看那股王接下来啊，这个下半年行情怎么样？今天跌停了，那你看财报有意义吗？所以很多人都是看到财报才去买。我要跟你讲，这样讲财报的问题好了，你都看消息嘛，财报。的品质特性，你要记得财务报表的品质特性是什么？它基本的品质特性，一个是攸关的，一个是什么？忠实表达的。什么攸关？第一个预测，它预测价值啊，它也可以帮助你参考过去经验嘛，啊，确认价值嘛，对不对？它帮助未来的决策，它可以知道接下来它实际的一个状况来预估未来的决策嘛。所以呢，它是什么？它是预估嘛。这叫不确定嘛，这是给投资人做决策的嘛，啊，给这个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做决策，这叫不确定。那什么叫忠实表达呢？忠实表达，它就是什么？它的数字要完全一致嘛。所以完全一致的话，它就是什么？它不及时嘛。
他不及时啊，他没办法立即反应啊，他必须要等到一个月一季啊，或者半年之后才知道啊。所以你看财报，就是说攸关的它是不确定的、不及时的啊，攸关的它是不及时的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股价在上涨的这一段，就是预估的嘛、预期的嘛，实际上是有人知道的。而等到确定出来以后呢，确定出来以后就不是买点了嘛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这个没有营收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基本面啊，这不会涨啊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不会涨？啊，我跟你讲，重达今天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涨？涨的不多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继续还会再继续涨嘛。九月有没有震撼市场？哎，没有啦，哪有震撼市场？还有很多股票涨得比它凶啦。没有震撼市场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讲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讲？谁又买的比我早？没有买的比别人低了啊，是没有买的比别人低了。今天有没有说嘛？我这几天这上个礼拜是跟你讲，我一直跟各位讲说锁码，你一定要在人家锁码之前买嘛，你不是等到人家锁码，哎呦，确定买盘出来了，然后再找一个什么拉回的买点，你敢买吗？真的拉回你敢买吗？这种涨停板的一拉回，第二天再拉回，然后量一出来，你敢买吗？是不是要起涨点买？是不是要起涨点买？啊，这您那么高了，不再低一点呢？我说没关系啊，啊，对不对？9月2号嘛，直接进场，对不对？哇，买完就跌了。9月9号，我说什么？这特定买盘拉抬，啊，对吧？跌下来，跌破我的成本，直接上去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接下来就喷出了嘛。当时我说什么？确认筹码被锁定了，啊，那结果呢？11号，对不对？公布营收了，15个月以来的新高点。你知道在现在买，对，以这种股票来看，你在12号买、13号买都一样，因为它刚开始起涨。那假设再多一个零呢？你敢不敢买？如果说它现在已经涨到200多%、280%了，或者10几%的100多%、一倍了，还公布营收，公布营收又再涨一倍，这一段你赚得到吗？你赚不到。因为你现在看到，哎呀，这才20几%，我现在买还来得及啊？买来得及吗？我当时十二号还跟你讲说什么？短线客自求多福，为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十二号我们跟你讲短线客自求多福。十三号说什么？你看这个十三号它是下跌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下跌的。我说什么？买盘放手压不下去，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今天直接开高走高，你笑啊？你笑我？你是不是笑我买的不是买的最低点？你是不是笑我买完一跌？你是不是笑我说什么？人家明明就收黑了，你说是买，你是买点？嗯，你在笑啊？你在笑啊？对不对？你在笑啊？还涨完了没有？你这你就不要去考虑说，哎，那老师，那如果还没有涨完的话，我可不可以先去买？我跟你讲说，就只有这档会涨吗？就只有这档会涨吗？灵光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？这是不是应该就是你基本的收入了？你基本的利润了？我有没有跟你讲？后面再看我的嘛。你说前面基本上每个人，你只要你前面的这一段，你是不是只要你有来拿的？你有扫码的，你在我群里面的，你有举手的，你有登记的，这个是不是白拿的？是不是你应该拿到的？说后面的超过了以后，你如果说你有把握，你不用我的这个任何的讯息，你可以后面再赚到这一段，那我恭喜你嘛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后面再看我的啊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跟你讲赚？你加入我的群组就赚得到啊，多少了？大盘现在怎么走？全市场都在担心什么啊？利率的问题，都在担心这个美国大选的问题啊，还在讨论什么苹果非苹果啊，华为跟什么东西的销量的问题啊，这黑悟空好多题材的问题。你讨论那么多，你买了几只股票？哎，讲了那么大堆的理论，你的利润有多少？你带你的会员赚了多少？讲得头头是道。
对不对？从外太空讲到子宫，股票不做去做期货，股票叫不准去做债券，整天在讲什么？讲这天方夜谭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好的股票你不做，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啊，就是赚就对了嘛。你要卖掉是不是追不回来啊？文老师，你不是说先收这个，然后后面再拼？我不是叫你先卖了，说你如果还要继续赚的话，要加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加钱？那你如果有办法自己报的话，那我就拿你没办法啦。但是这个是不是先给你的？有没有超过？有没有超过？我讲今天呢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还是敢讲了、啊，今天还是拉高进货了，你就不信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不信的。九月六号的时候，你就说我追高了吧，对不对？九月六号没有进啊，我是看到他有这个追加的量的时候，九月九号是不是最好进场？你说我追高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追高啊，我说什么？这月线，我说正是起涨啊。我想有些形态啊，你像没有放量啊，或没有突破啊，你去买干嘛？你买的越低有用吗？你逢低买有用吗？低档黄金交叉了，一交叉就是三年六年了，你要不要买？我、哦、日线黄金交叉了，结果看月线也是黄金交叉，但是趴在地上的。这个时候是日周月同步的这种交叉，你要不要跟上？要跟上嘛？还追高吗？你现在知道什么叫追高了吗？追高是像信化一样，对不对？追在人家财报公布的时候。我说又上个礼拜五，是不是你又在搞笑了？搞笑什么？又是挂涨停板去追，啊，刚开盘啊，太高了，一直太快了，我先忍一下，哇，又涨上去了，好，那就追嘛。你看为什么说又在搞笑？十一号也是这样子啊，早盘不买啊，你看这个量缩了，早盘直接公开让你买啊，十二号也是一样啊，礼拜四还也是一样啊，这时候打开又打回低了，你不买啊，他让你买你不买啊，不买又锁了。所以我说你又在搞笑嘛，你就该买你不买嘛，这么好的时间点你为什么不买？我是不是讲说这个股价一定是走在财报面之前，不是说你要看到财报啊预估啊都没有赚钱什么的，现在就要找这些啊。现在整个 AI 的这种革命啊，很多的产业是什么？是在升级的、啊、你也不要看不起传统产业，你不要看不起汽车零组件啊，那人形机器人接下来你不是只有塑胶啊，不是只有什么碳纤维啊，那后面还有合金的，军用还有合金的啊。那整个大型的，我们讲说这个车床的话，你一定是汽车零组件他们相关的设备他们才做得出来嘛。不是自己在家里开个石膏模自己在打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会不会开石膏模？我会啊。我很好学的、啊、我连石膏模我都会开啊。但你不是在做那些东西啊，你要看很多人，你看汽车钣金啊，汽车零组件啊，大灯什么那些都跟他人形机器人有关啊。好了，9月13号你看到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是用什么现金减资去退还股东股款，就代表什么变相的什么变相的发股息，他不用缴税。聪明吧，第一个不用缴税，第二个接下来减资完之后，大股东全力吃货，他股本就会集中之后，我不能现在跟你讲说他接下来还要再增资啊，减资之后再增资啊，因为他减资就一点点，所以接下来还有机会，他要再增资。他现在目的是在股权的集中，所以呢你有跟上的，你都是爽赚的。他目的不是要套你，就让大家来赚的，对。你当时刚涨的时候说啊，才18%，要买那么高啊，买完之后又震荡。那、啊、现在呢？那、啊、现在呢？有没有多赚的？是不是算多赚的？今天一开盘就多赚了嘛，是不是？好吧。所以接下来啊，你看这股票其实哪有什么不好做的，重点是你有没有本事全部 open 讲，有没有带你 open 讲啊？有没有分享？有吧？不管这个行情呢、哦，你说，我就跟你讲说，这个每天的盘势，它主力的变化，它想法，其实就在现行里面就很表现了。它也许它表现不表现的，我也跟你讲过了，它不会表现。但有些它一表现的，我是不是事先跟你讲？你觉得是买点，我认为是卖点；你觉得是卖点，我觉得反而是买点。我把我理由讲出来，是不是公开讲？那今天都全部都上涨了，所以这个已经不要再考虑了。
所以节后变盘，接下来 有一些很多股票，我现在给大家一档股票，我现在给大家一档股票公开讲的，我现在给大家一档股票，一样，这个三十超过了，不一定是刚好三十啊，也可能三一跟三九不一定嘛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这是你的，你今天只要加入群组，在群组里面打什么666，你就赚得到，这就是你的了。打这666，这个就是你的。后面要不要拼翻倍？加钱呐、啊，加钱啊，开玩笑的。你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，哎，老师你说会翻倍，那没不一定哦，啊，不一定哦。但是呢，这一定是什么？哎，有可能翻两倍哦，有可能翻三倍哦。我想这节后变盘呢、啊，你不要讲什么变不变盘，你跟着大伟，你就会变后压了。会变的是什么？你变有钱人呐、啊！这你先赚，我先让你赚，先让你有信心。你一定消息发布前先上车，这基本的利润你要先拿到，好不好？跟着大伟，你也变后压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只要在群组里面打666，你就赚得到，好不好？打666。说老师为什么不打加一，直接打下？涨股票不一样，你没有花很大的精力，你没有花很大的这个动力去敲346的，你就没赚不到。进广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频道一百 K 不到5秒钟，但是一出门我就看到阿妈要去拜拜，阿伯要去买菜，超跑油门我也只能轻轻的踩。学校附近五音拉郎，医院周边五老寡郎，人车拥挤处五探假郎，五号这行啊靠五单处来郎，整条路拢家己人。特定区域小心，减速随停，让爱随行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啊！没有什么做不到了，只有你要不要。没有说不能做的盘，只是说它现在的幅度，我们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赚我们应该赚的而已。当大盘每天涨500点、1000点、800点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翻倍再翻倍嘛。那这时候我们先赚30%有错吗？这30%不是只有我的股票，还有很多股票你能赚得到的话，当然我恭喜你了。但是如果你赚不到，或每天都畏首畏尾的，每天这样子，这个这样。这个患得患失的话，那我欢迎你跟着我一起来嘛。那现在你只要跟上我，我说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钱，这股票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钱，这个就是你的了，这部分就是你的了。只要你加入群组，在里面敲666，你就赚得到。跟着大伟，你就会变后压了。这张股票先跟上了，消息公布之前，你一定要先跟上。哦，你这个有胆量的，你要跟我直接通话的，我就告诉你，啊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个话？我说你要重压。你要重压的话，你把电话留给我。你要重压的话，你把电话，我叫我助理直接打电，我打电话给你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我只能在电话里面讲，能够讲的不多啊。这边台面上能够讲的不多，就像我当时跟你讲这个，
张仲达的时候，我就只能跟你讲说九月会震撼市场嘛。那九月还没结束啊，还有下半年啊，还有下半个月啊。那在下跌的时候，当天下跌的时候，我说这个是买盘放手，你说、啊、这个都跌，怎么叫买盘放手？哦，你还说什么啊？这个内外资大买啊，这个要大涨啊，那明明就涨多啦、啊，涨多就要拉回啦、啊，那、啊、结果嘞？那、啊、结果嘞？今天涨停嘛？我、哦、说这又太高了，不能买。哎呀，你看买太高了，拉回你就说啊，你又跌了，又说加码啊，那结果嘞？我有没有看懂？你看懂一档股票，我认为很简单，可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很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灵光多少了？有没有比重达强、啊？你卖掉是不是追不回来了？你要笑我们，笑我追高嘛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只是刚开始。好了，有本事我们全部 open 讲来，这档股票我会公开跟大家讲说，这档股票你跟着我一定会变后亚郎了。来，这个。打666你就赚得到，这个先收起来再说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